哇，这本来回非常多拍哦。哇，连追两分，相当不容易。哇，这个球最后变瑞瓦斯卡自己打失误。这个球摔了一跤之后呢，瑞瓦斯卡那个反拍打太保守了哦。这个球，罗马斯来到网前，好球，回球过短让，哇，太可惜了，在。又是一个双发失误，让好球啊！他这个时间点要抓得非常的好哦。好球！哇，没话讲，梅花斯卡这个球多，这个好球，西普科娃也，哇哦，这个回发球角度也太刁。今天到目前为止是不？选手的这个，哇，这一个外角发球，叫。现在西普科娃又有了破发的机会，而且是三个破发点。这个球，哇哦，正拍。
快的穿越让西瓜再度。哇，这个 inside 真的没话讲。哇，这个球。这一分来回太精彩，现在出口两个破发点，漂亮的一个破发，出口真是很会救球啊！你看这个球，罗斯卡出的非常精彩。西瓜这个球可惜了哦。这个 drive volley 可惜了。哇！只不过刚那个失误让他掉了底板了，瑞瓦斯卡再度破了只不过的发球。第一盘又比赛，第二盘由瑞瓦斯卡先发球。好球啊，顶球连续不断的攻势，来看一下第一盘同。
球，哇，这个传球打得非常有。哇，瑞瓦斯卡真是会处理，真是没话讲。这个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移动的距离，但是他可以在最后，哇，这个球还被 Romaska 猜到方向哦。看到隆瓦斯卡在这种反手，以现在为止来讲，都是脚边的球，很难处理的。没话讲，西瓜这个球有。哇，好球！西瓜，哇，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击球的选择啊！哇，这个球就这么巧。好球！哇，没话讲。哇，球出界了，这个球。哇，这一分的来回精彩。只不过那个短，哇，差一点点这个球。哇，有了这个球，这球压在线内。哇，这个球出界了，罗瓦斯卡这个反拍切球出界，先让西瓜里真的给罗瓦斯卡比较多的这个压迫感。非常的可惜，西瓜自己的飞球破线失误再度的。这个吊高球虽然没有完全吊过去，但是
高球。哇，好球！来到网前一个非常精彩的截。球罗瓦斯卡回得太短了，可惜了。哇，可惜了。哇，没话讲，瑞瓦斯卡这个穿越球没话讲。这一个球，荣华才来到网前，反而被球。哇，没话讲，还是。好球。哇，这个球犹豫了哦。这球压在线上，不过是否要挑战。哇，的确是出界球。这个球压在线上，不刁钻，被西瓜打了一个穿越球。的结果，换作是西普瓦的上网球又打的，好球，再度化解一分。好球，非常有侵略性的回发球取得的。挑战这个球，刚好压在线上。哇，这个球压在线上，西普科娃非常强。
哇，好球！这个接发球，西伯瓜6-0领先情况下发球，看他能不能拿下第二盘呢，把战线延长到第三盘。永旺斯卡这个球处理的真的是很聪明哦。哇，这个球要拼这样的球啊，这个几率太……这个球换成 Rosca 失误，哇哈！两位球在发球这个盘，好球 ！Rosca 这个反手拍的高阶级没。球，雷沃斯卡刻意的把球带深带长，再慢一点，让他能够。哇，这个球有了。这个球，现审说是一个界内球，不过人瓦斯卡。哦，球是被判出界的。哇，这个界内球。球出界，西伯瓜这球，哇，拿下这分，大叫一声哦！现在比赛要打第三盘了。哇，这个上网金币球啊！哇，这个球人瓦斯卡想放短。有这个球压在线上，西伯瓜连拿四分，夺下在第三。
打越有自信了，西浦。哇，这个球没话讲，雷沃斯卡猜到了西浦的球的去处之后，提到这边等啊，打回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球。好球！西瓜这个球技蹲得非常的低哦。有了 inside out 的正拍，这是一个 winner shot。这个球是不还是追到了啊、哦、这个发球角度发的哇，这个球可惜了哦！吼吼，雷沃斯卡这个正拍突然。好球。雷沃斯卡，又是一个发球落点不准，好球，30-30。挑战球落点、哦、不过是个压线球，没有错。哇，这个球压得很深哦，雷沃斯卡。这个球也太巧，竟然打到网袋，最后，哇！雷沃斯卡刚那个球背后击球真是厉害，我看这球，哇，差一点被他穿越过去啊！好球，连下四分，西浦高，再小心哦！哇，
哇，这个外角球变 S， 西瓜。就没话讲。非常关键。奥斯卡说是非常不利的。哇！反拍的失误让西瓜瓜。哇！奥斯卡这种 inside 的。球，这个阶级充分的来到网前。对，沃斯卡这个移动中反手拍回起。这一分忍望，回马枪的打法让忍望斯卡这个球。哇，西瓜瓜非常兴奋啊！这场比赛化解了对方的赛末点，没有想到自己的第一个赛末点就拿下来了。哇，西瓜瓜在1007分的大师赛系列赛啊，表现非常精彩啊！这一位今年的澳网的亚军的得主啊，今年到目前状况非常的理想。